有人曾对我怎么说，爸爸离去的时候不要难过，一个孩子从此刻才算真正长大，勇敢地去面对自己的生活。现在我能分辨是非黑白了，懂得怎样去珍惜和什么是爱了，但我却不能习惯，你只能在我的心里，我还是依恋着有你在的每一刻。你那边的世界已经习惯了吗？有你在的每一天。